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弥撒庆典。在今天的读经呢，我们看到当时初期的教会在领受了基督复活的喜讯之后，如何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做出选择。这个也是给我们的挑战，在我们领受了基督复活的这个奥迹的喜讯之后呢，我们是否在生活里面有所改变？那基于我们的这些阻断措施呢，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邀请教友来和我一起参加这台弥撒，所以我邀请所有在电视机和在手机前的弟兄姐妹，你们更活跃的参加这台弥撒，更活跃的回复这台弥撒的其他所有的部分哦。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弥撒庆典，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弥撒开始的当儿，首先让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求你帮助我们努力宣扬复活基督的德能。我们既因他的保证领受了恩宠，求你也使这恩宠在我们身上结出丰硕的果实。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门。读经一，攻读中途大师录。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凡个人所有的，没有人说是自己的，都归公用。宗徒们以大德能作证主耶稣的复活，在众人前大受爱戴。在他们中没有一个贫乏的人，因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卖了以后都把卖得的价钱带来，放在宗徒们脚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有位若瑟，宗徒称为巴尔纳伯，解说安慰之子，是勒位人，生于塞浦路斯岛。他有田地，卖了以后也把钱银钱带来，放在宗徒脚前。上主的喜讯，感谢天主。答唱咏：上主为王，以尊威作衣冠。上主为王，以尊威作衣冠。上主为王，以尊威作衣冠。上主伸着德能，腰束大权。上主为王，以尊威作衣冠。他奠定了大地尘寰，大地尘寰不再摇撼。你的宝座由太初既已建立，你的存在从恒古既已开始。上主为王，以尊威作衣冠。上主，你的月圆万分忠实可信，你的殿宇永远音响甚神圣。上主为王，以尊威作衣冠。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人子因杯高举，使一切信仰他的人获得永生。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尼哥德摩说：“你不要惊奇，因我给你说了，你们应该由上而生。风随意向那里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尼哥德摩问说：“这是怎样能成就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师父，连这事你都不知道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见过的，我们才作证，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若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信呢？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扔在天上的人子。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在今天的读经一里面呢，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状况。当时这个初期的信徒在听到了耶稣复活的喜讯之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心高气昂，而且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建立当时的这个团体，信仰团体。所以在读经一里面，我们就读到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凡个人所有的，没有人说是自己的。中途以大德能作证主耶稣的复活。凡有田地房屋的，卖了以后都把卖得的价钱带来，放在中途们的脚前。那当然，这是初期教会的当时他们的一切行为。那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现世的生活里面去反省一下，我们身为基督信徒的言语举止。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完完全全办法去跟随当时这个初期教会，教会当然也不会特别的要求我们去把我们所有的财物，我们的房子全部都变卖，然后呢把钱财交给教堂，这是很不合理的。可是在当时这个初期教会，他们的这些忠心精神，他们如何把他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活出来呢？我们还是要持续在我们现今的教会里。那当时他们的主要的忠心精神是什么？第一点呢，就是当时他们这个信仰的团体呢，总是把团体放在优先。当时他们也说他们是合一，一心一意的。所以可能我们第一个可以问自己是，在我所做的所有的选择，我的信仰的回应，我是否把我的信仰，把我的信仰团体，把教会放在优先。而第二呢，更重要，这是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大家都深信基督耶稣复活的奥迹，而他们尝试努力做一切行为呢，去把这个喜讯分享发扬出去。所以回到我们对自己的反省，我们才刚刚体验了复活节，我们是否也如初期教会的这些教友们持有同样的这个精神，想把这个喜讯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去发扬出去。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团体里面，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只有在我们的和其他的信友里面要如此的发扬，我们更重要呢，是要更广泛的把这喜讯带到我们的社会，带到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世界里面表示出去。那前几天呢，我看到新闻就报道了
在新加坡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当然现在因为这个新冠病毒，政府尝试尽量的给予我们所有的公民一些的补助。而前几天的这个新闻里面就显示出了很多新加坡的公民们，他们跑到这个社团里面呢 ，community center 里面呢，他们去尝试去退还他们所接受的这个补助，主要是要表示说我还是可以生活下去，我要把这个补助呢交给或分享给那些更需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和我们这个信仰团体应该做出的这个回应的这种方式呢是很符合的。所以可能我们借这个例子，我们反省一下，我是否在现世的这个状况里面呢也做出同样类似的回应。再跟你们分享一个例子来让我们去反省。近来呢，我们发现到在新加坡很多新的例子呢都是来自我们的外劳他们的宿舍里。那当然我们得知了这个新闻，很多人都开始对这件事呢做出一定的反应。有很多人也开始批评政府说，哎，我们应该很努力的给这些外劳呢更好的这些住宿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的这个状况这么惨呢，是因为政府以前没有好好的照顾这些外劳。那当然现在事情这样子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可以在整个社会里面对这些事情可以做出怎样更好的准备。可是我觉得我们身为基督徒，当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一定的意见时，我们可能也要反问自己，我愿不愿意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好让我也可以贡献去改变这个状况。很多东西呢，当我们感觉到不痛不痒的时候，它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给予意见，给予批评。可是现在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如果我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我需要做出一定的事情影响了我自己的舒适感或我的经济的状况，我是否愿意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好让我身边的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我可以更加的帮助我身边人的需要。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今天读经一里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正如初期教会，我们可能要反省一下，我们是否也为我们的团体，我们身边的社会更加的着想，而我愿意牺牲小我来辅助我身边社会 的这个状况。我们借此呢，如果可以这样子做出如此的选择，我们可以更加的把基督爱的精神，基督复活救恩的这个喜讯呢，切切实实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扬出去。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双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双主，你使我们借着庆祝逾越奥极而时时感谢你，求你在我们身上不断施展救赎的工程，使这奥极成为我们永远喜乐的泉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于我们获得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今天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因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以自己的死亡消灭了我们的死亡，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极，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事，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事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纪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五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她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请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现在邀请所有在电视机和手机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静默片刻，神领圣体。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使这份施救恩的圣事带给我们现世生活的祝佑，来日 和来日永恒的幸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